不要新海豚团体要求零表演。海洋公园个礼拜讲咗好多好有趣嘅说话，我哋即系当系歪理啦吓。咁譬如话海豚系可以即系自由选择系咪表演啊？海洋公园里面生活好好啊！咁大家都愛護佢哋咁樣。海洋公園勞役海豚全城鬧爆之下，園方擅自跪低，將海豚 show 由一日六場回復到四場，但係又冇交代原因，擺明想逃避責任啊！因為其實之前佢不斷咁同傳媒講話冇問題嘅，加到六場咧，我哋啲海豚組開心，佢哋要多啲工作，如果唔係佢哋好悶嘅咁樣。咁忽然間由六次減下四次嘅話，咁其實某程度上你咪剝奪咗佢哋工作嘅權利咧咁樣。14个关注动物团体计划下星期一去海洋公园正门抗议，要求进一步将海豚 show 减至一日三场，终极目标是一场都冇。即系苦心自问咧，去海洋公园睇完个剧场表演之后，唔单止系冇教到你任何信息，甚至系其实扭曲咗大家对海豚嗰个概念啊！原来佢哋系会俾人咧去指挥，佢会要食死鱼啊，食死鱼啦，做啲非自然嘅行为啦。佢哋仲要求海洋公园唔好再引入新海豚同埋海狮，亦要每年公布园内动物嘅死亡数字同埋原因，等公众可以监察佢哋有冇善待动物啊！